着另一班弟子回来报答你，以此物为证。此毒只有此药可解，我这里也只有一瓶了，你可收好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，你是本地人吗？还是被追杀到这里来的呀？官爷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受伤的男人比你高一个头？没有，这里只有小女子一人。只有你一个人在这住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在这住不害怕吗？那个笛子对你很重要吧？你还专门把它捡回来。你去过那边吗？那边的人是不是都很恨我们？大概吧。如果他们要是打过来，会把我们的皇上杀掉吗？我该走了。接下来要去哪里？回家吧。很远吗？你呢？你的家在哪里？我没有家，只有一个飞不出去的大笼子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送给你。有一天，我会带着另一班弟子回来报答你，以此物为证。